稳定期的白癜风治疗手段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光疗。光疗呢，可以和其他的好多治疗方法去配合，去联合应用。比如说外用药啊，这个是一般又没什么副作用，又可以很方便使用的啊。外用药，那么外用药呢有很多种，有带激素的啊，像卢米松啊、艾洛松啊，也有不带激素的，像他克莫司、比韦莫司啊等等，有很多药物我们都是可以用的，包括我们的不固止钉啊、复方卡类自然钉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用的。但是怎么用，什么时候用哪种，或者说是怎么去配合交替，这些呢都是有它的技巧，不是说一概而论的。我们可以听专业医生的建议。